那今仔日伫台南市区是充满古早味，有古早画眉场景，真闹热。这是台南古城节活动，顺风标300斤重的大算盘嘛，刚出来游街。设计顶头上头前是差不多一个人身高300斤重的大算盘，要爱4-5个人才咧行。上趣味的是对伫后壁的档啊。那边是谁哦？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，很多电影看到吧。现在看到觉得哇，好特别哦。听到这声，就想到古早的湖滨，阁有化玲珑卖十色的担啊，公交车、担啊米等等，拢总20台担啊，做伙游街化卖。哦，咱中西区这所在，较早就是足侪拢是咱哦做生意的担啊，这哦啊，大家甲担出来卖，还是塞出来卖安尼，还是徛出来卖。哦，啊，咱就是要让大家找回来较早迄落沿街叫卖迄落感觉。来，走开，走开！唔，那有担啊车队，中义国小的学生两人一组，将好雅的艺术浮雕、光雕设计，因啊拢感觉解心色。原底藏伫台湾府城隍庙内底城隍爷的大算盘，嘛罕得杀出来设计。盘是要来算只个人间的神乐啊，吼，啊来破一个人一生的功过，嘿。用这个来做一个警示的作用，对人吼一个警示。今年的台南古城节主题是台南的声音，所以除了担仔画眉，阁有旗仔、民谣等等，拢是台南人记忆的声音，那亲像回去古城美好的迄个年代。记者陈嘉文、罗威泽，台南报道。